喂，喂，亲爱的，老地方见啊。那是哪儿啊？我们俩没有老地方呀，亲爱的。你没有跟我约过会啊？一点提示都不能有。他们不让说，他说考看看我们的默契度。我跟你没有默契啊，亲爱的，我们俩想的都不在一起。他说我们俩想的不在一起，只能说到这儿了，好吧？啊，不挂了，挂了，挂了。不挂了，挂了，挂了。哎哎！您好，哎，刚才有没有人来找我呀？没有是吧？啊，那我就弄错了，谢谢您啊。哎，请问今天有没有人来找我呀？谁？今天。蒲老师好，你好。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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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今天上午。嗯，没有没没没看见。对，你一直都在这里？我一直在这儿还上班，从八点到现在。哦，那好吧，谢谢。那我弄错。哇，这个地方好有感觉。哎，郭先生没来吗？还没到。哦，郭先生还在路上啊。嗯。哦。他是很喜欢吃鱼吃海鲜，我给他买条鱼做，但我不会做。这跟我平时一个人吃饭有什么区别？嗯，走吧，回去吧。我们俩总是踩不到一个点上。其实郭晓东是个很不懂风情的人，但是我又是偏偏是一个特别希望他能够懂风情的人。